我特指是0.31。正姓男子表示，行经环湾道路时遇到野狗，导致车辆失控，自撞右侧护栏。但警方对正姓男子实施酒测，酒测值高达0.31。显然，正姓男子之说辞并不可取信，全案仍依公共危险罪嫌，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在此呼吁，酒驾零容忍，如酒后应指定驾驶或找代驾，警方将全力执法，以保障用户人安全。好了，不要这样躺了，有喝酒也不能骑脚踏车哦。嘿嘿。哎哎，不要停车。阿奶你，俺是在讲饮酒卖骑脚踏车。什么代志啊？小可代志呢啊？哎，身份证呢？怎么找麻烦？喝很多哦，喝到累了哦。不要这样躺啦！有喝酒也不能骑脚踏车哦。嘿嘿。哎哎，不要停车。阿奶你，俺是在讲饮酒卖骑脚踏车。什么代志啊？小可代志尔，够可怜，你啉偌济呀？好，你无代志的，就袂甲你带来讲袂使啊！你另外一个呀。有事情啊，你不要管我。什么叫没事情？哎，你身份证呢？怎么找麻烦？哎，你的身份证呢？看一下。好，吹，来，再来。好，可以了。1.33哦。这么多？你喝太多了吧？